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等你原谅我。进来吧。 生气啊！我生气就代表把你放在心上，我才没那么笨。那不然你再罚我做什么，然后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好啦，原谅你啦，休息吧。休息？在哪里休息？难道你要在客厅休息？哦。哎，老规矩啊，我是床上你打地铺。哦。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抱团取暖呢。想得美！地铺不用打了，我今晚不睡了，我得想想我设计稿的东西。啊，你真的不休息啊？真的，我得赶快把设计稿赶出来，才能证明我自己。你真行啊，把工作室搬到我家啦！哎，对呀，我明天就把画图的工具带来，我就可以在你这里画图了。 好啊，那我把我房间让给你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房间让给我，那你呢？傻瓜，你霸占了我的房间，我当然是回你家霸占你的房间了。你要回我家了？哦，丫丫，你太好了，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想，我有多想你呢。 好啦，赶快去忙你的设计稿吧。好。哇。 没什么好担心的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只要我们守住这个秘密，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嗯，嗯，谁这个时候打电话来，真不是时候。喂，安先生。哦，是，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是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进公司解决。 干嘛？
干嘛藏手机啊？没有，没是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看？没有，没什么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丫丫，你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。相会。打开。密码是什么？你的生日。不是。打开。这密码是什么意思？是向辉的生日，还是你们的纪念日什么的？六花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密码是以前设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改，我没想那么多。你没想那么多，那就是我想多了。什么叫你幸福他放心？你幸不幸福干他什么事？你该不会现在要告诉我，你一直跟他联络，对他念念不忘吧？你们哄吧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不像个当爸爸的样子吗？哎呦，丫丫，我说这男人不懂也就算了，那你是个做妈的，你怎么也不管他？奶粉也不冲，尿片也不换，孩子也不哄。没有妈，我这点事情会跟你说。好了好了，来，行吧行吧，困难真的不困难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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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雪姨。你不觉得他们两个怪怪的吗？你想啊，火哥在家可从来都不抱笑笑，那丫丫姐生孩子的时候，他一个晚上都不在，看到笑笑出生，也没觉得火哥有多高兴，根本就不像其他父亲那样。好了好了，行了，不要再加油添醋了哈。其实我现在倒不是担心他们两个，我最怕的就是何雨琪的出现。我跟你讲，她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女魔头。你想想看，那天丫丫在生孩子，整个晚上连我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简直不敢往下想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。我真的怕，万一刘火跟何雨琪又纠缠不清，那怎么？哎呦，我真的希望天下太平了。童话，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在干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现在给我马上回国，听好了，马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童建国，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说的移民的事情？你放心，我会一次性把钱给你们打过去。但是我要求越快越好。好，谢谢。刘火，对不起啊，是我错了。还有，我的手机密码已经改了，是宝宝的生日。你快回来吧，我跟宝宝一起等你吃饭。遵命，老婆。
声干嘛？吓得我，哎呦，你看小龟吓得，哦，都还没吃饭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都在等你吃饭呢。你在等我吃饭呢、啊？啊、嗯，哎呀，快坐下吧。今天有一个菜是我做的，你猜哪个菜是我做的？这个吧。嗯，好好吃哦。不是，不是啊，西红柿。哇，你看这个西红柿。不是，也不是。那，哎呀，是汤了，煲了好久。我早就知道是汤了，我刚刚都是故意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。吵架的时候那个凶相都忘记了啊，现在好的时候甜的跟蜜糖一样哈、啊。哎呀，看起来好好喝哦。哎，看看，爸爸，看看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，爸爸在喝汤。哇，哇，好好喝哦。爸，好好喝哦。嗯，跟我妈平常煮的都不一样，特别好喝啊。那当然了，因为我用了毛丫丫配方。啊，小乖，我们不看，我们不看。哦哦哦！嗯，好冰哦。这款面膜呢特别好用，有适合各种年龄段和各种肤质的。嗯，给你用的这款呢是男款的。嗯，男款？你怎么会有男款的面膜？说。给谁准备的？当然是给你啊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快躺下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是我前两天在手机微店上买的，买来专门给你敷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牌子啊？我回头给你多买一点吧。俏十岁。俏十岁。嗯。哎呀，现在好好看着我，记住我的样子。干嘛？因为一会敷完面膜，我就只剩十岁了。你神经了？你别笑，快点，快报警！效果都不好。谁啊？不知道哎，我看一下啊。一个陌生的顾客。接啊。又接了、啊。嗯。喂。喂，刘火，我好害怕，我刚才被人跟踪了，然后一不小心还撞车了。你在哪里？谁跟踪你？是不是佟建国派的人？你怎么样？我在中心医院，你快来，我好害怕呀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爷爷。去吧。别介意啊，人命关天嘛，快去吧。乱想啊，毛丫丫呀，毛丫丫，你为什么这么没用啊？你就不能直接问他吗？难道他跟何雨琪在一起，你就不敢联系他了吗？现在你才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啊。
又回来，我特别担心你。都好了吧？嗯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安心多了。我觉得你是不是要跟佟建国好好谈一谈，让他放过你，也放过他自己。我知道找他谈也没有用的，我现在还是很害怕。你今天晚上能留下来陪我吗？先喝杯水吧。你刚不是说想喝水吗？霍，今天晚上陪我好吗？我现在很需要你。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就一句，说吧。没话说了吧？刘火，刚刚接到何雨琦出事电话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二话没说就让你去了？那是因为我不想束缚你，我不想怀疑你。可是你呢？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？我对得起啊，我怎么对不起了？我什么也没做啊。脸都贴到一块了，叫什么都没做吗？难道非要亲热才就做了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他在病床上，我照顾他，本来距离就……我们离婚吧。呀，你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不把离婚挂嘴巴上的吗？你刚生完孩子，这样跑出来多不好啊！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什么叫我满意啊？刘火，能够说出这句话，就证明你觉得自己没错。丫丫，丫丫，哎，丫丫。安全吗？哪有？冷不冷？冷，都怪你，不是你我怎么会这么冷？别生气了，走回去吧。别生气了。接受我的爱吧，爱过你就应该接受我的爱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会开始爱上你，你也应该爱上我。向辉给不了你，我可以给你。我弥补不了你失去的六年，但我可以给你的是未来。你就当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
你不说我不会跟人家提的，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但我们在彼此的心里究竟算什么？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我们俩的这件事情不妥，你不应该把这一辈子都耗在我身上，这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公平，太不值得了。趁一切都还没有成定局，你应该在我身上把这一页翻过去。你就是那个适合我的女孩子，你这一页我不想翻，我也永远不会翻，天大的事我会扛，不要再用任何借口把我推走了，行吗？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永远。丫丫，告别过去才能够迎接未来，让我们一起为新的生活努力吧。丫丫，你放开我！不，你放开我，刘火！不，我再也不要放开你了，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一秒钟，我永远都不会放手的。你认命吧，这辈子你跟定我了。你放开我！来，丫丫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，回家，啊！丫丫，你冷静一点。你放开我！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嘛。我等不下去了。好，好，那你要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想跟你离婚。你是不是把离婚说上瘾了？这个话不要一天到晚挂在嘴巴上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刘火，你放过我吧，去跟你的旧爱破镜重圆吧。我只要孩子。不可能，我死也要跟你埋在一起。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。一边是面对你妈的愧疚，一边是何雨琦的死缠烂打，我怕这样下去我们两个只能互相伤害。就算互相伤害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你放开我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哎哎哎！撞到了！呀呀呀呀，是不是很痛？哎，你真是的，啊，是不是很痛？你等一下，我去帮你拿药。儿子，你们两个又在吵什么呢？你现在跟何雨琦又怎么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为什么他一口一个要跟你离婚呢？孩子，你真的要记清楚哦，一个是背叛你的女人，一个呢就是你的老婆跟孩子，自己一定要有分寸哈。不过妈妈相信你的了。好了，刘火，嗯，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喊着离婚吗？刚才我在小区，我路过多拉玛，路过物管办，我回忆着你的好，怀念着我们在一起的欢笑，甚至争吵。我发现我已经依赖上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刚认识我的时候，我的不堪，我的死心眼儿，你都看见了。
没错，这就是我爱上一个人的表现。向辉要走，他不爱我了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应该放手，必须放手呢？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，这些我都懂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不甘心，我总觉得只要我努力了，坚持了，他就会想明白，就会回心转意的。向辉已经过去了，不要让他再影响你，影响我们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受过一次伤，我怕了，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依赖上别人了，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，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没有，我吃醋，我难过，我讨厌你跟何雨琦在一起，一分一秒都不行。刘华，你可以笑我，你可以笑我胆小，你可以笑我懦弱，你也可以笑我没自信，可我真的就是这样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伤痛了。更何况我们之间还有那么多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，听我一句，就当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放开我，让我走吧，给我安宁，也给你自己一份自由，好吗？你可知道你是我生命的所有，可知道只有你让我一生守候。不会放手。当你无知的时候，当你想哭泣的时候，我会永远。不管有多少有多大的鸿沟，我都要牵着你的手一起跨过去。值得吗？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的。雅雅，你怎么了？雅雅，你怎么在咳嗽啊？啊？怎么那么烫啊？哎，你发烧了哎！雅雅，雅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等一下，我去问一下我妈。爸。起来没有？怎么了？丫丫不知道为什么发烧了。发烧啊？啊、嗯？怎么会呢？你们应该请我来看丫丫。啊？还在咳？丫丫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样啊？啊？还咳呢？哎呦，真烫哎！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知不知道一个女人生完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坐月子调理，万一留下病根怎么办呢？还要喂母乳，
现在又不能乱吃药、乱看医生的，这可真的急坏我了。你先出去拿杯热开水进来，亲，你去弄毛巾沾湿了水，不然冷风。好，没事啊。好，我来，你扶他去。现在唯一的呢，只有给他多喝开水，让他多上厕所。然后呢，来，你看看那个窗还漏个缝呢，赶紧给他关起来，不要着凉了。我会让小青去煮红娘浆水，还有煮白粥，然后我再去找什么中医呢？应该必须要找中医。好的，那我先出去了哈。我出去了啊。喂。喂，华。怎么样？我今天出院，你方便过来接我一下吗？今天我没空。我昨天不是出了车祸吗？你自己打辆车吧啊。谁呀？何雨琪。你不生气啊？我干嘛生气啊？你选择的是我，又不是他。你干嘛啊？这会传染给你。那就传染给我嘛，我们一起生病吧。买了东西来看毛丫丫，我现在在你们家楼下，你在家吗？花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来这干什么？你生我的气啊？你是在怪我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什么事？我买了这些东西来给毛丫丫。花，你怎么瘦了？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啊，还是没休息好啊？好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来这儿，可是我也控制不了自己，毕竟在我的心里，这曾经也是我的家。我，你拿着这些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真可怜。怎么了？这个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被她老公家暴。那是小说啊，傻瓜。现实中也有啊。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我爸爸喝完酒回来就打我妈。我妈这辈子都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真的是很可怜。我真的是觉得好害怕，你以后发脾气，你不会对我家暴吧？我当然不会。笑什么笑？我离不开你的依赖，看不开这些你牵能求。妈，你吓死我了啦！不怕不怕不怕哦，乖不怕。哎呀，你买这些东西干嘛啊？何雨晴卖给王丫丫呢。
你再说一次。何雨琦买给毛丫丫的。告诉你，他呢不是有病就是有阴谋。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拿给毛丫丫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不能再跟他往来了。我又没有跟他往来，这东西好好的也没必要扔嘛。你没有往来，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啊？哈哈，哇，太可怕了！这个女人太厉害，太有心眼了。相比较，我觉得毛丫丫比较可爱，我情愿毛丫丫做我的儿媳妇儿。起码他是很真诚的对你，不像那个女人成天给你戴绿帽子，还让我们刘家丢。OK， 那我就不再多说了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哈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怎么处理？好好好好好，我拿去公司，我分给其他人，我就不要拿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极了。刘火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小青，不是火哥。啊，小青，刘火呢？他出去了。对啊。哦。刚才雨琦姐打电话过来，她立马就走了。你跟火哥才认识多久啊？他俩在一起可是七年呢，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我就好奇，到底在火哥心里是你比较重要，还是雨琦姐比你重要？你说呢？小青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出去吧，我也困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好，水我给你放这儿了。觉得怎么样？好点了。你刚才去哪了？妈刚在超市买了一堆东西，拿不回来，我去帮她。闭上眼睛吧，再休息一会儿。一直陪你。